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539的会员们、读者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下午好啊。那么社长电动轮椅坏掉了，所以说在早上在船上休息，现在坐的手推轮椅。那么下午呢，看看他有没有空来，没有空来呢，那我租了一台康阳的轮椅，准备买一台新的轮椅啊。他明天下午送过来。来啊，那我就可以正常的出去了。来，来看看今天我们公开的号码啊，恭喜各位，昨天我们中27全车，今天继续中奖就第三次中奖了哈。各位，我也不祈求你会给我吃红了，也不要了，我当着善事了，因为疫情很严重，大家赚钱都很辛苦啊，除非中了三星四星，其他我都希望大家能赚点本钱回来，好。那么来，我来看2月21号539，全车三中一，1112 29，1112 29。你大姐别来夹水果不？我抬水果来掐你夹。全车三中一，1129。第二组牌两星两只乘一个尾数，1112碰九尾，1112碰九尾。第三组牌踩住十珠踩住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试这个拼拼看看，两三星0.1啊，900多块本钱啊，0115015042220422908291135113512331233啊，各位，我们疫情在台湾虽然不是很严重，尤其是在台北，大家都每天都啪啪走。但是要特别注意防疫，要戴口罩啊！这个我们不管出到哪里，我们都要戴个口罩啊！而且最近流感流行，上个礼拜流感死去了15人啊！啊，没事，看看我编的新闻，来自全世界的各大电视台啊的新闻，可以看看啊，看看539的资讯啊，大家做个参考。好，那个祝大家平安健康，都没事。啊，大家呢啊，阖家平安啊，这个赚钱不赚钱都不重要了啊，赚不赚钱都不重要，但是呢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服务电话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千万不要做傻瓜，做傻瓜没有用的。